看起来，伊丈夫人应该甲爸早就熟识啊。是你甲伟弟甲佫叫上来，我绝对无可能佫再冤骂你。我是予你替我调查一下了，万一你佫骗我什么的，以前我甲怪小军，确实捌做伙计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个拜咯，按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 这个手机，这是要杀了人美的对不？我来讲手人，甲伊丈夫伊早就识识，你哪只对相片？啊，不过我即摆想要知影的是，今日恁大家拢识识，谁人煞要介绍无识识？这内底有啥物袂当讲的秘密？嘿，我是姓王的阿嬷啦，明仔载吼，我过生日啦，想要邀请恁做伙去热闹日一下啦。阿嬷的生日，你唔准出现，啊，若无我即世人都袂睬你。 我本来无欢喜，早转来，想要招大家做伙食饭。结果煞看到严胜元甲明仔本拢袂转来，我以为伊搁予伊坐去。今仔是这个无我的出现，变到搁较欢喜哦。对啦，我是失恋的安怎，我都搁有规定袂当失恋。你对爱情的定义是毋是甲别人无共款啊？我计较你啊，你紧走，我即摆有阵甲想要杀人。无准备离的婚，我是的；无敲电话甲你招，我是的。 这就是你，我是你，安尼好无？虽然你内兜咧甲人身讲话，我已经忍耐很久啊，是搁要我忍偌久？我拄则看到人美表姐，又互你吓惊着。啊，你即摆关系遐尼紧张，还是暂时的心爱见面啊？多参照你阿姐讲的，你两个人就退一步。你是咧苦看我甲人美分手？